我还得等一会儿，这个雨下太大了，我现在根本就出不去了。媳妇已经进去买，待会儿我就进去接她。快要切换了，左转了，哎，切了。前面是个大公共，它占的车位比较长，车不会很多。伊莱亚过来的时候车少不少呢，那过来的时候这条路等车等的这个车流那么长。开这种 van， 它的坐姿跟大公共一样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质感，那种心理满足感比较强，一眼可以通过前面车的车顶望到前面老远，那样对那个路况预判确实有好帮助。现在的这个坐姿，前面的宝马就把我的视线给挡住了。
得银行这块乌云也够大的，这个面积今天这个云真的是太多了，各种各样的颜色，有的含那种降雨云，含水量比较高，那种大白云经常那种天气，但是不下雨。这个牌照叫 SAP， SAP 公司的话呢，多爽，德国那个 SAP 也在一个小镇上，在海德堡那个方向，海德堡曼海姆那些地方有一个小镇 SAP 的总部。哦，切换了。直接就撞怼到那个树桩上去了，感觉这是一个单方事故。我一开始以为和其他车的，你看这种路这么好，这出车祸，直接是一辆老奔驰撞了个树桩上去，估计气囊都得弹开了。我看了样子，驾驶员应该没啥事。哎，还真有可能哎，他在前面掉头的话。这样一说的话，真有可能把车正好拉上去。90限速，这路那么好，而且那个地方那一段限速是70，他怎么能把树给开树桩上去呢？下坡了，因为那一段是70，我知道那边还有个岔路口，提前开始减速了。雨好大呀，马上就要到胜利公路了。哎，还真的他要掉头了，你看开到这儿就掉头了。哎，我们正好赶着绿灯，就在左道嘛，他不掉头了吗？还真的去救援呢。赶得早不如赶得巧，307cc。
两个拖拉机，好好看啊！哎呦，小黄车什么车？啊，你大了，你够大了。现在申京公路，这个人还在骑车嘞！哇塞，把灯给开了。哇，我们的方向雨更大了，是吧？刚才我们走路的就是在这儿，这森林。如果在这儿走的话，你都在哪里能躲得住啊？你没有棚子根本就躲不了雨，这么大的雨。感觉前面到我们那个超市的地方，感觉就凉，那个就是蓝天了，就头顶上这块云。下大的时候，我说我还特意想到我们那会不会下没下呢？我一看是大雨，显示是大雨。哇，真的好大呀！你看这个季节的话，植物都是比较有新生命力的，它不会不像秋天的枯树枝，这地上面这么大的雨一砸都掉下来满地的，现在就很少。哇，这个可也被拦住了，为什么不让车进啊？有人在控制啊！雨好大呀，我们就对着那一片那个蓝天白云，但是这个雨就在头顶上。哎呀，感觉有点小冰雹，你看那个玻璃摔下来以后的小冰雹，反正我的车顶上已经被砸得千疮百孔，早都不行了。哇，什么声音啊？刚才这什么声音，好吓人哦。就是夏天的那雷阵雨啊，我操，这边感觉小了，亚德小了，哇，这边的雨正好在森林的正上方，我操，这对森林而言又得到了滋润了，哇，前面亚德蓄水了，看，我靠，哦，刚刚发一下，我们地上没什么东西，这边还是不少。漫水路了，居然你就可见刚才那种雨下多大吧。这边可能也是，你看一开始有一种雾蒙蒙的状态了，多好看哦。这边放晴了，你看这种雨雾多好看哦。终于这边不下了。你说它这个山路撤掉了吗？你不行，带回看。弄了那个大塑料薄薄，把那个头给包起来了。这保留的让它起到威慑作用也有好处啊，毕竟是安全，对安全也有好处嘛。哎，这边果然晴天了，你看摄像头就在他家门口，这儿包起来了吧。难道它挪地方了还是怎么着？不见了呀。嗯，整个包得严严实实的。我们倒是在这边村子里面走过路。我们去哪个超市啊？去不去家乐福超市？需不需要去家乐福？现在是十一刻还没到，还有足够的时间。一般尾声不多。现在的天多漂亮啊！居然成了曙光了，这阳光都跑到右边了，哇，太靠北了吧！以前我总以为傍晚是朝这个方向刮过来的。那边肯定就是西北，要不西北，我们朝南。Thank you.
可以到目的地喽。